你还缺女朋友吗？顾云哲，我后悔了，我大错特错，求你了，不要有事。各部门请注意，各部门请注意，医院已对大楼进行多轮消杀，经专家评估，本楼已达到解封标准，即日起解除封控。让我亲口告诉你，我喜欢你。只要你可以回来，我什么都答应你。说话算数。已经解封了，你没收到通知吗？不然你怎么能畅通无阻地跑到这里来？薇安，刚刚你说的每一个字，我都记住了。行了，别哭了，你戴着眼镜